从三岁就开始学韵律吉他，就是我热爱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在台湾非常的幸运，非常的幸福，可以做我热爱做的工作。有被家长指控敛财，是不是那时候听到这两个字其实蛮不开心的？虽然就很不想花我的时间跟力气在这些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，所以觉得也不能一直这样子。刚生完小孩，然后工作很多，但是我很幸福，很幸运，我家人都在，我爸爸妈妈都在，老公在，然后都会帮我的，所以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。因为刚好谈到家人，因为像有些家人还在家乡，走到乌克兰我就说不出话。目前我的奶奶、叔叔都没事，他们都目前安全。对，但是会很紧张、很担心，因为常常联络不到他们，他们几乎都在地下室，然后。对他们不接电话，我们会非常的害怕。是不是希望战争可以赶快落幕？这是最非常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平安，然后每个小朋友有父母，每个父母有健康的家人，有家。我从三岁就开始学韵律吉他，就是我热爱做的事情，所以我。在台湾非常的幸运，非常的辛苦，可以做我热爱做的工作。有被家长指控敛财，是不是那时候听到这两个字其实蛮不开心的？这个就交由法律后面会判决。对啊，法律我这边就不再回答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种人，很多不公平。然后虽然就很不想花我的时间跟力气在这些。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我希望能够花多多时间，真正的帮助孩子们，忙着训练、比赛，规划一些活动，而不是去忙着提高一些乱说话的人之类的。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，所以觉得也不能一直这样子，而且我这里很多小朋友们也顾。所以不能影响到他们。之前有跟马奎尔蛮好的嘛，他今天有说明天要结婚了。马奎尔？对，马奎尔。有怀孕？对。真的？真的怀孕？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络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多一个人幸福，那就很棒了，恭喜，为他高兴。